臭小子，受死吧！两个人一起上，只有这种水平吗？什么？给我滚开！一招秒杀！这楚夜怎么这么厉害？这小子到底什么实力？好，很好，小子，我很欣赏你。听说你要找唐家算账，只要你愿意加入太阳神殿，我可以帮你灭了唐家，如何？阿波罗，你这是过河拆桥！弱者，就乖乖把嘴闭上。怎么样？只要你加入太阳神殿，我甚至可以封你为副殿主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条件确实很诱人，只是可惜我不喜欢给别人当狗。哎，那真是太可惜了，既然你不同意，那今日我就只能灭掉你了。嘿，室内地方太小，你既然想战就到外面来吧。好，这一招就送你去见上帝，耀阳圣剑太极护心阵开。长虹，咱们要上去帮帮楚大师吗？不必了，这种级别的战斗你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。那就在这干看着。没错，若是盲目插手，只会给楚大师添乱。你还是第一个能挡下我的耀阳圣剑的人，值得我认真对待。大日无量，天地归忌。蓄力攻击虽然对我没什么威胁，但妹妹他们会被余威波及，看来要速战速决了。六丁从形，力震天地，听无赦令。先天剑道图起。什么？楚毅竟然召唤了剑道图？定金法器只有主人才有资格召唤，为什么他能做到？难道五帝五龙祥光行风震开？果然没错，剑道图的主人就是楚大师。不是吧，这幅画可是值10亿啊。钱算个屁啊，这张图可以帮宗师突破先天，你懂不懂？没想到华国竟还有你这号人物，本座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想让我当走狗，下辈子吧。好，既然不能为我所用，那就葬身在此吧。大言不惭，碧波龙涛。所有人快躲到我身后。不可能，居然挡下了我最强一击，难道他已迈入先天？不行，再战下去恐怕性命不保。想走？我们赢了，厉害呀！楚大师威武。师尊竟然败了。你们几个还不速速滚出华国，快快走。恭喜楚大师击败太阳神，扬我国威。多谢楚大师救命恩人。今日这场闹剧乃是因为唐家引狼入室所致，唐家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呀？楚毅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我们也是被阿波罗蒙蔽，喝醉之友。无耻，就是你把敌人引来的。闭嘴。楚毅，就算你修为高深又如何，你如果非要和唐家撕破脸的话，可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想用我妹妹的病威胁我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妹妹是冰清体，本该健康无虞，若不是被人投毒，又怎会瘫痪？我早猜到是你们做的好事。是又如何？你妹妹身上的寒毒只有我们能解。唐威，你竟敢威胁楚大师！我唐家家事就不劳长虹大师费心了。好外孙，说到底咱们都是一家人，
你也不忍心看着你妹妹痛苦瘫痪一辈子吧？只要你今后为唐家出力，我就立刻替她解毒，并且将你们都纳入家谱，如何呀？初夜，我这是在哪里？